今天来教你做一道宫保鸡丁，每天都在跟你分享详细美食，不知道你学会几道了呢？鸡胸肉切丁，下盐、料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来点油，搅拌均匀，不易粘成一团。碗中下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水、玉米淀粉，调成酱汁，热锅下油，下鸡丁，炒熟捞出来，锅留底油，下姜、蒜、葱、干辣椒、干花椒，小火煸香，来点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胡萝卜、黄瓜，炒至断生，后下鸡丁，加调好的酱汁，快速翻拌均匀入味。起锅前加花生米，大火收汁即可出锅装盘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不知道吃啥，随时来这边找灵感吧。